一个改变，啊，依据咱人民的改革，咱人民历史上的邀请，会当去再去这个坎坷啊，来给咱个人感到非常的幸运。那么，有这个特别来对啊，是我想要给咱报告的，就是有关于一贯的这个内涵，它信仰的特质是什么呢？那么，在座各位啊，虽然有这个坎坷来听，啊，咱这个龙眼大会流传去外口，啊，流传外口。那么，这个外口来对啊，虽然一贯的这个了解，可能无咱遐尼啊，做阿遐尼啊好啊嘞哈。那么，因此，有哪里有咱这个坎坷的报告？以外，有咱家己内涵知影，啊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。所以，我阿要报告报告就是信仰一贯的有个涵甲好处是啥物事？那么，对于一贯的到目前为止啊，我都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，啊，非常神秘加神秘。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？伊谈的是什么物件？伊做是什么工作？感觉奇怪咧，有当时啊，佫足用诚心邀请人去看，有当时啊，佫无爱人知影咧。所以，是社会人啊，是各位啊，有看到电视的人啊，应该感觉这一段多，也感觉足新奇。但是，一段多，有人会感觉啊，历史以来啊，几多十年来，咱去人间的误解，啊，佮政府的改进，一段。真辛苦的路程，咱逐个拢行过。过去一贯都互人批评，互人指教。上好听的讲压两代，上歹听的讲寸三寸五一代。哦，这是一贯都是人间人误解正深的所在。但是各位，在咱的政府，在咱的人情，在咱的风俗，是绝对无容忍讲正心裸体来拜拜，这无可能。尤其一贯道的道亲，真容易啊去度人，度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啊、朋友，带你的爸爸妈妈来求道。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对妈妈绝对无讲头壳歹去，然后来遮吼，下心落去拜拜。这是上届会当有那个证明讲，一贯道会向讲咱下心落去去拜观音啊。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法的过程内底，未使互看，未用咧互知影。啊，所以人去外口就甲咱风声，有啥物未当看？啊，其实在历代以来啊，传法拢是秘密的，传法是秘传的。这是为啥来？就沾染着，不管到来往，就甲咱个因为报纸刊登。